落花生。儿子，就你上次问我那个问题呢，我跟你爸也讨论过好多次了。嗯，但是当你面吧，不太好回答，所以我们就想干脆去给你拍个视频吧。拍视频这主意是我出的吧？你说正事儿。就是假装你现在已经离开我了。呸！敲木头。行。假装你不在了，又赶上周末，我和你妈妈就把这个一天的行动轨迹都记录下来了。你慢慢写上了。哎。早上十点，我跟你爸刚吃了早餐，现在看电影来了，给你看看啊，恐怖片儿，敢把你妈吓得。看见你妈了吗？整个人白活了。这些人那个家庭情况和咱们家都差不多。你妈说这是大家一起抱团取暖。问题是我一点都不冷，我抱什么团啊？梅香，来。哎，儿子，你看见了吧？你看你爸。嫌我笨，自己找了个新舞伴就把我晾这儿了，谁还跟他跳似的？你快点，快点，你跳！你先别拍我们，你拍一下那个灯，那个灯变绿了，然后你再转过来拍我们，没问题。绿了。你妈非是这个，这能吃吗？这受罪来了，这是。微辣啊，就微辣。航航要来，我们就点中辣，你吃不吃都可以。人活着，都会经历失去，我们都害怕失去，但是面对这种害怕，最有力的反击就是认真活好每一分钟。这是最后一个环节。愉快的一天结束了。你是不是没洗脚啊？